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要去寻找我们遗失的南国派，看来我们找到的时候可能会有蜘蛛网或者是一些昆虫在上面跑，因为我们可能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。那么这边有一个剧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觉得剧情很怪，别怪我。你的名字是一个小杰，你是一位国医生，每天都要上补习班，回到家时总是晚上十点多了。妈妈因为怕你肚子饿，总是在你回来之前到隔壁的美味派店买一块你最爱的南瓜派。但是有一天回到家，你发现桌上没有南瓜派，奇怪，妈妈今天怎么没有帮我买派？小杰，你怎么了？东张西望的在找什么？你今天没有帮我买派吗？我有买啊，派不是放在……诶，南瓜派呢？什么？南瓜派不见了。所以目标是找回那个南瓜派哈，可能是掉到那个柜子的后面，有蜘蛛网全部粘着。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床上，为什么我们是在床上啊？我们不是才刚放学回来吗？哇，连出去的路也没有，现在已经开始要找了。睡觉吧，睡觉吧，我不想找了，睡觉睡觉。找到一个妈妈的钱100块，你没看错，就是老妈的钱，可以拿去买派吗？买派，派不是已经买好了，只是不见而已啊。这是爸妈的房间，如果在这边的话，我就很生气了。既然自己偷吃，还说不见了。哎，喂，说不定有派哦。哎，没了，我们拿完全部食物了，都没南瓜派。南瓜派是藏在这边吗？电视后面，爸妈房间的钥匙，我不要，我要南瓜派。我进去干嘛？这边是厕所，有没有可能放在厕所的马桶里面？诶，可以哦。大门的钥匙，诶，我是要出去买吗？ Go go， 这里有没有东西？对啊，南瓜派会不会自己偷偷吃啊？好多100块哦，我要拿走。我好有钱哦，我有2500了，哇，超有钱诶。发票，诶，是派的发票，妈妈真的有买，但是派去哪里了？哎，看来派是真的有哦。我们现在选，有可能有两个剧情吧，一个你出去买派，或者你找到派。可是如果派藏在这种地方的话，我也不打算吃了。派会不会是在店里面没拿？我们拿发票去换一换吧。怎么办？派店门关了，没办法买派。我给你派到前面按按钮。哎，是谁？有点可疑耶。有点可惜耶。好，叮啊，我的派呢？原来只是做梦啊，吓死我了。小杰起床了，要迟到了。好，今天早上吃南瓜派哦。哦，所以还是有南瓜派，只是我刚刚是睡觉变成没有南瓜派，所以是噩梦哦。这些都是我从梦境拿出来的食物，妈妈有没有赚到？而且我还拿出2500，有没有感觉赚到的感觉？好啦，影片结束了。那么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什么要推荐我玩的，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